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各位介绍分享的就是怎么样来做个 motion graphic 动画设计师哦。哎，我们中正好像没有设计学院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怎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呢？这跟你没有关系呢。想要做动画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读错学校啦、啊，怎么办？来不及了，因为大学四年快要来不及了。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？有，今天就是来，嘿，就是来分享人家念四年，你念三个小时的方法，可以吗？哦，因为其实说真的、啊，现在我们的工具是越来越方便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会跟各位介绍两个，一个是用单机软体的，一个是云端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 Mac 一族的，有没有？你是咬苹果咬一口的那一种的，不要难过，至少你还有一半可以用。你学完了就可以走了，因为另外一半是开窗户的。了解，是用 Windows 的哈，软体的那个是只有 Windows 版，所以你如果后半段离开，我不会怪你的。OK， 那我们往下看一下，因为其实现在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很多动画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办活动也好，或者是说，哎，你们可能社团的啦，或者是你在 Facebook 上，现在不是只有海报就好。好像我那个，前两天我在中兴大学，我们是讲海报设计的部分哈、哦，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看一下。哎，对，如果你对老师不大了解的，你就 Google 一下素文老师就好了。哎，有没有？在中兴大学我们就讲这个啊，做海报的。哎，一样的呢，我们这个你点进来，好。我们上课都会录影，所以你会看到像我们现在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我也用心智图，对，像做这个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下面就会有像这样子的播放清单，所以即使你没有看过、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，你要看也会变得比较容易，这样可以接受嘛？哈，我们今天上课也会像这样子哦，我会录下来，好，那一个段落，每一个段落我会尽量就是不要超过15分钟啊。那这样你哪一段有问题，你就再自行进去看就好了。OK， 好，这样尽可能的还原现场。那么往下走来看一下，这里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课程结束之后，可能要麻烦各位，这里有一个问卷，哈、哦，有一个问卷在这边。那我们先看一下，像这个，放大一下。哦，等一下，现在没有声音。您也可以轻松做客，有没有？我也可以跟实境的做结合，这样了解吗？哎，所以你知道我后面为什么要带那个来哈？我是课程小助理，请多多指教。这样 OK 啦哈，简单的。那因为其实各位可能会画图的也许比较少，甚至要做动画就比较难一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呢，我先给各位看几个啊，像这边还有一个，像你要做这样的效果的，好，点开我们到这里来。哎，看一下，应该是这一段。哎，等一下，另外一个，好，这一个。哎，各位，你要做这样动画，你觉得你今天三个小时走得出去吗？哈，你有来错地方吧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怎么办？就是要让你完成啊，要让你完成啊，怎么？所以呢，不要怀疑，你真的做得出来，好吗？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里还有，我只怕你不想离开而已。好，因为其实现在要做真的还不会太难，好，不会太难。那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呢，是我们待会会介绍的哈，叫做 Cloud Animator， 这个是云端的。好，云端上面，刚刚上面这个呢是用单机版的，好，下面这个是用云端的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它里面有影片的，我往前一点点，好，来看，有没有可以放影片进去？也可以啊，没有人规定说只能用卡通式的啊，你放影片也可以。啊，它有一些动画的效果，你也可以加音乐进来。Cloud Animator can speak for you。还可以把文字变语音，
刚刚我们那个上面也有哈、哦。而且它这个比较特殊，你还可以做什么？跟使用者做互动。我们一般做影片，你都很单纯，可能就是影片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边更特别，哎，你可以直接跟他做互动的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蛮不一样的。那再往下走，这里还有几个，也是。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会介绍各位很多资源，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最后只会介绍两个，其他的就靠各位自行去玩一下就好。因为说真的，其实你不是设计科系的，你要做这些根本就是有点天方夜谭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走错地方了，我就不能讲这个主题啊。好，所以我要想办法把各位教会、哦、把各位教会。那这个是一个，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反正好多、哦。那一般来说的话呢，像这样子哦，这里好，打开一下。有没有？像这样子哦。好，那简单看一下呢，我们这边有我们今天的这个 PDF 的心智图哦，待会呢你可以看一下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这边还有帮大家准备一个互动白板，因为平常如果你上课有问题会举手的有吗？你看就只有我举手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里有一个互动白板，你可以把它打开、哦、打开之后会看到这边，好，看到这边、哦、那怎么样去使用呢？很简单，你在这里最单纯的你就是用文字方块点一下，我有问题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最简单的，哎，你打字如果不慢的，哎，这样可以。第二个呢，如果你觉得这样太麻烦，你看上面这边有没有涂鸦的，当然其他形状也可以啦、哦、你想要画一下画一下说这样 OK， 我也可以接受。好，那再来，如果你觉得刚刚看了这个我想要做这样子的，你可以把画面抓下来，你看我把画面抓起来，哎，等一下，